们今天非常幸运哦，我们开放十个幸运儿，可以让我跟我们的漂亮的乐天女孩拍照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由第一名，我数一二三，最快的幸运儿，让我看到你的热情，跟我们乐天女孩拍照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一二五，哎，还没哦，再一次哦，准备好哦。好，一二三。等一下，我们统一就是十位，我们统一一个拍照。那我们接下来，我们由我们的乐天女孩抽出下一位幸运儿。好，那我们将麦克风交给乐天女孩。那我们就一样再一次，我们要选每个人各抽出三位，直接三位，每个人各三位。好，那等一下，请让我听到你们的欢呼声好吗？我数一二三的时候，那你们帮我大喊联系医院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很棒，来哦，一二三。医院，医院，我们再一次，然后你们等一下帮我喊联心国际医院好吗？一二三。联心国际医院。好难选哦！我先选一位，来，然后还有这边举着我的毛巾的，我直接都先选起来，来，然后这边超难选的啦，这边这位穿红色衣服的，来，这位。好，被选到民众先到舞台的右侧排队哈，然后接下来还有六个名额，怎么办？好，一样，一二三，联心国际医院，最大声的，最快的，预备，一二三。比较大声，那我先选一个，那个拿手机的，对，然后换这边哦，再一次哦，一二三，再一次，一二三，这边声音有点小声，我换边好了，再一次大声一点，因为我看不到你们，一二三。那个比业的好了，好，最后一位，中间的朋友，好，一二三，好，这位黑色外套朋友，换你喽。好的，我想一下哦，我看应援金在哪里，有没有我的应援金？好，那我不会选你们。骗你们的啦！好，那有应援金的可以抢先跟我，是不是不想要讲手扑？不想吗？可以吧？好，来，哦，这一点是这么高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就说布，哦，赢了也好，那就选一个，可以吗？你要相信你的运气啊！剪刀石头布，哎、欸，哇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再给你一次机会哦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可以。然后这边，好，那边没有哦，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哎呦，赢了，好，欢迎三位。这样子就是看运气，就不是我选的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刚刚被选到的十位新人到舞台的右侧一区排队。好，那我们到前面台前排队，跟我们的乐天女孩拍照哦。来，我们欢迎第一位。